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然后今天跟我爸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去金泽古镇，还有大观园一起去参观一下。但是我们可能去的不太赶巧了。然后金泽镇里其实没有开什么，然后所以我们而且今天天气很热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就没有玩到什么东西，就是大概参观了一下。然后我剪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关于风景的视频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。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参观的所有东西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个大观园就是，
当初《红楼梦》就是在北京的大观园取景的，然后我们这次参观的是上海的大观园，我觉得还是今天玩的还是非常开心的，就是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然后热到在外面根本不想说话，根本没有录视频，就是根本没有录说话的视频，所以就现在我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再录一下。我觉得大观园还是非常值得去参观一下的，因为它很多里面就是一些不同的场景啊，它都会在门口立一块牌匾，然后去标注一下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。然后总体来说今天玩的也非常的开心，拜拜。